人随时都在看。所以我常常跟我们几个出家人说，我们去外面吃饭哦，其实大家都在看我们。再说了呢，你旁边坐的是海涛法师，那个看过更多。然后呢，人家知道说你，所以我如果自己吃饭，我吃不完的时候收起来，去外面吃饭都包起来。那么吃完，你吞下去。啊！头家个好心，多加两盘菜，会花去，佫唔是家己爱食的。啊，里边喏，你买当作真好食，个包起来，哇，师傅喊你笑好安尼食。师傅唔是这种人，是咧播互你看呢。啊，但是你就要勉强啊，不然你还有别的方法嘛？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，哎，对方看袂起你，佮你扣一个你就倒，是不是？佮你浪费。去阮家困困的，便所纸当啊，规房间，迄像咧大，迄那是舒服啊，舒服，敢那不是人同款，你困的棉被拢无味，啊，走起来拢无便所，拢无啥物垃圾，浴巾拢敢那新的。其实我最爱用别人的，我定来去用棉，我拢家己扎绣好的，啊，人家都帮你准备好了，毛巾、肥皂、牙刷，不敢用，啊，因为啊。那就算要用，还要跟对方特别感恩，但是一点不能留下一点点线索，不好的线索。拍天来讲，一个人做杀人凶手啊，你既然要抬人，要抬到让人抓你抓不到，安尼啦。啊，找不到你的蛛丝马迹，杀人的线索你找不出来。就像那少年讲，一个查甫人要外国，哎，外国你某拢唔知，你才有资格外国啦。啊。啊！你歪到你莫拢在转小会拢来骂你，这实在是笨手。因为你没有那个能力，那你干嘛去做那种事情？啊，当然，肯定佛教。今天各位要做一个菩萨，无分在家出家，你隔壁来讲，阮隔壁爱食菜，阮隔壁迄讲要去参加什么第八界，安尼。啊，你要讲八界要记别开，但是人家都知道了，人家就会观察你。哎，就像我一样，我在家就宣布我要出家。我想那边的双博，因为我要让我所有的朋友，我以前小会官黑有一点复杂，我要让我所有的朋友、所有的亲戚朋友、所有的同学都了解我想那边出家啊。那我现在就在度他们了，不是等我出家。所以我做行李的方式，我吃饭的方式，我待人接物的方式。跟以前做行李人都不一样了，别人会从内心里面 去观察你、啊、那出家以后那度的是另外一种人、啊、因为那是人在家人跟出家人都不一样了。所以我想我有时候跟很多人说，你连配一支眼镜都要开会给我跟你说，而不是说、哎、我就要挂这个比较方便、啊啊、问题是看起来难看啊，太过于流气，太过于老化，都不行啊。所以，因为你要影响别人，刚才说你是个公众人物，很麻烦呢。出门就要戴口罩，怕被认出来。啊，如果不爱戴口罩，就要画好势，啊，不然人说啊，你怎么生得好歹？啊，就像一个单眼皮的人，你给画做双眼皮，给骗，啊，你嘛要每天出来都要摸到要死呢，安尼啊，还佮装假睫毛。啊！你看这查甫人要画几点钟才有法度出门呢？但是，伊的意思是讲，啊，做这菩萨就是你爱庄严，啊，你爱利益众生，啊，啊，安尼来引导众生，啊，家己搁落去做，啊，你普通时安尼庄严，结果要跳到最高，你搁跳头一个，你普通时安尼庄严，啊，旧个涂骹垃圾你用去做，哎，去感动别人。那我呢？讲各位有来讲，其实好好的咧学做人，因为人叫好多幸福，人成即佛成。天道人看袂到，畜生道伊无法度。做人爱做较好，畜生道和鬼拢尊敬你，和神拢尊敬你，和诸佛菩萨欢喜你，和所有的人羡慕你，和所有的佛弟子学习你。那各位爱开始想，我就是准备扮演这个角色。这个叫发菩提心，我要做一个大乘佛教，要让众生因为我会要合佛离苦，所以你要有一个，你要坚持住，坚持住。有时候我也
跟我们很多年轻人包括法师，哎，你坐下来跟他查某囡仔，你咱坐下来就想要脚开起来，较轻松、较凉，啊，无就翘脚，唔敢好，较爽快，这个都不行啊，拍死哦，吼，咱起码请滚啊，吼，啊，你连睡觉都要叫人给你翕相，你的睡相好不好看？你坐在公车、坐在火车、坐在飞机顶，你什么动作都在影响别人。我问头前那个师傅，困到高高叫啊！啊，你都袂使在公开遐困，你都无法度啊！因为你在公开就是在造业啊，安尼啊。所以那要怎么办？吃饭你要怎么脸型吃饭？就像我们在英国要训练一个伯爵，就像英国这个小王子以后要做皇帝。这个小公主以后要做皇后，她要怎么穿衣服，她要怎么走路，她拿刀拿这个刀叉吃饭要有什么威仪，所以这个叫菩萨戒，不犯威仪戒。你菩萨的威仪是什么？菩萨的习气是什么？菩萨无世俗的习气，菩萨感到菩萨的习气。菩萨的烦恼是什么？菩萨不是在烦恼自己，菩萨在烦恼众生，那还没离苦，佛法现在不流行，那叫做菩萨烦恼。那这一点，我们就要一直去了解。那为了要了解，一方面一刻佛要念三宝，深入经藏；一方面积极的去接触众生，接触众生。各位绝对不能讲，我回去起好就好，我这代志做好就好。你要方方面面的。每一个众生唔捌的，无共款宗教的，你拢爱去接触伊，接触伊。啊，你勉强你家己去做，你即马无勉强，后摆嘛袂晓。你即马虽然勉强做了无好，啊，但是呢，咱有咧进步。咱是做乌龟慢慢走，我们不是做狡猾的兔子。但是你爱去练习，你若无去练习嘛，然后你就停在原地，停在原地就是堕落。所以精进波罗蜜是。但念无常，胜物放逸，人生难得，那难得做人，那已经了解苦坏。我们要很这个精进，不是紧张。有的人会紧张，怕落亏，那也是爱面子，傲慢，爱面子，怕自己失败，怕自己红笑，连这个你都要放下，放下，放下啊！所以你没有放下，你就没主人呐。这个水道头，你若无拍无开，开一半的。啊，还是已经生身啊，迄拢是五尽，啊，你水都袂出来，你都无法度流露主人的智慧、主人的慈悲啊，因为你有一个坚持嘛，有一个坚持你都无法度。啊，这点咱来打破自己，也要回光返照，一直返照家己，那是亲近神体性，神体性你甲咱讲话啊。所以我定啊，从我家己咧拍电视。我那些边下信徒，哎、欸，你给他看着，师父安尼咧讲话，迄张相片，什么所在有问题？这个佛像的摆设、摄影、声音、影像、光线，什么有问题？就像你今日要设计一本册，对方给你十个图，你要选一个同好的图来表现这个法，这各位要学的，你袂使讲我会知道，倒一张较好，哎呀，啊，一十张内底一定有一张同好的。那那是大家的眼光，做电影是要让众生看，不是要让你自己看的。啊，你就要对这12点钟内底，甲加做2点钟。啊，你就要迄个能力，从12点钟内底通宝贵、通吸引众生、通表现电影效果，这2点钟，你要有这个编审能力来定出来。所以各位，你一定要去接触众生，还要去了解众生的优点。啊，你今日。然后你指引，我要叫你跟着男主角、女主角、脚本、编剧，你要有能力哦。你别再讲哦，这我未晓，我是阿弥陀佛，我吃菜，我无咧管这。拍一出佛教的、讲因果的电影，内底个没有用佛教名义，用电影去吸引众生，这是何里指引呢？你根本你未晓做啊，指引个无够呢。但是你还讲我有能力。外孝，你基本上都准备好啊，一直累积福报。因为为了要让这世间的人拢有法度学佛、了解佛法，所以要把佛陀现代化、佛法生活化，啊，你来一直去观察。所以
悲智双运。所以当然有人说、啊、师父天天打坐就可以，打坐是个助缘，真正的打坐是你可以面对事情，面对变化，面对众生，你可保持一个正念空性菩提心，身较方便，安尼你唔叫好多圆满波罗蜜。波罗蜜是不能够离开众生的，透过众生你才有波罗蜜，能够调伏我执啊，够好多个众生感啊。所以我想各位都要开始去练习了啊，今日这五百只鸡啊，和你去饲，你带上去领导。里面那个饲着每一只鸡啊，拢安尼白白肥肥安尼，规天干那里念阿弥陀佛了，啊，足快乐！哦，你别说，这摸上来，这摸上来哦。所以，但是菩萨，你讲咱真见小，咱都无迄个承担的能力，所以真艰苦。你别说讲，因为你放弃这五百只鸡啊，等于放弃你家己幸福。所以每一种代志，咱来去参悟、参悟，去接受伊，去承担。你别再讲，我不在其位，不做其事，那不行。因为这个世间呢，每一个众生，每一个世界，拢是菩萨的众生，拢是菩萨的承担的世界。你什么代志拢爱去参悟，爱去问，爱去了解。这间百货公司有赚钱无？这间旅馆有赚钱无？社会政治是安怎？咱未使过多一边对甲唔对？咱是接受因果，但是不管向酸调，咱拢想要给祝福。不管向三无条，咱嘛要给伊祝福。那哎，一直甲家己讲者，你袂使徛在这边。我今日生意做足大，啊，伊若酸条，我就会趁钱。啊，即阵酸无条，别人酸条，我可能就会了去。啊，所以我希望这些酸条，啊，你输去啊，你个输去菩萨道啊，因为你个有一个分别心，顾家己的五情。所以哎，无所求呢，这个人若有法度酸条，对整个社会较好，咱给伊祝福。这个党派跟你的私心无关系啊！啊，就这个人选调对咱社会拢无好，啊，咱嘛要给伊弥补，因为有伊的阴面呐。咱看在心里，但是还是对他升起悲心呐、啊。但是我不能说，你那讲的我拢唔办啦，拍摄我来念一版，先阿弥陀佛再等下再讲。那你就没有机会了解佛法是什么，因为佛法是不离开当下的世界，佛陀时代的佛法。跟现今时代的佛法是不一样的，当然佛法本质是一样的，但是佛法的善巧方便要随着时代而改变的意思。那当然你也可以了解，那这个了解不是拔落去，不是你的嗜好，不是你喜欢这个，而是因为这个跟众生都有关系啊。凡是跟众生都有关系的，咱拢来去了解。假财变啊，假健康啊。那么爱配什么，咱拢爱去研究，爱想尽办法。所以我讲到这个所在，我是为了，因为咱最近咩成立慈悲基金会已经成立了，但我们希望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慈悲协会、慈悲分会，大家一起来关心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当然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这种一门专业，那大家都要把这个。互相，因为这就是修行。因为你若要幸福，你一定要去面对这个世界，去慈悲。从这里面，杜阿公来消除我执、法执。从这里面来个无共款的众生感啊，咱袂使规工不管在着即几个啊，即几个耍，即几个死就好啊，即几个去俱乐世界就好。那不能如此啊，所以，但是我把八关斋戒当做一种佛学院。菩萨佛学院，我们不是为了个人解脱说八关斋戒的，那大概是为了帮助这个世界、这个社会来受八关斋戒，安尼比较符合菩萨道。除了传统的，咱该回向、该消灾，咱的乞丐功德，或者加持，希望社会净化，这个力量咱相信一寡。那我们要产生符合时代、地方善巧方便的方法啊。那婚姻的人，婚姻的社会，婚姻的事业、政治环境，咱拢爱去了解啊。那去了解内底要安怎？就这个了解，卖放弃对方，接触对方，领略对方，乃至个要对对方就好啊。布施、爱意、力行，这个大家都会背。去接触对方，然后呢，投其所好的来让他懂得佛法。
水工的这些收窄，那当然为了要圆。